认为料理就是传达料理者的内涵跟他的生活态度。新鲜的食材，随意的烹调，正确的烹调就可以，很美味。一个理想和理念的坚持，就是没有，我们不希望再吃到农药残留的东西。那农药残留和化学残留，它是化学是用化学肥是速成的，哦，它当然会长比较快，但是它的口感绝对没有有机的这么美味，而且有机的还会有美感，那个口味的层次。你人用这个水啊，就像我呢，哎。酱汁啊，这是酱汁啊，哦，青红椒，好，啊，你们你要炒，你要调汤，我做的是盐的汤料，好吧，哦，我你干嘛讲什么感情的这个？喂，还是感情危机？我这块呢，刚都掉。这次去完产地，对料理最大的影响是像这次的大茴香一样。平常如果是厂商或者是在外面看到，你可能不会对它有特别的感觉。是去完产地以后，看过农民怎么栽种，怎么样，它是怎么成长的，然后知道它的相关知识以后，就会对它产生比较多的兴趣，也比较认识它。这对我创作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。